日前，央视朝闻天下主持人赵普通过其个人微博对外透露，他本人的月收入其实只有几千元，绝对不像网上流传说的有20多万。赵普表示，很多央视主持人的工资稀薄到你不敢想象，说我们月收入20几万的朋友一定是长期生活在日韩或越南等国家。赵普的这一说法很快得到了众多央视名嘴的力挺，白岩松、邱启明、阿毅等纷纷表示他们的收入和赵普持平。